妈，你冷静点。你现在去找小白，除了添乱还有什么用？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，为了他哥的赔款不收，还害了我的大孙子，把他害成那样。喂，我们在医院呢，你们在哪儿？ 哎，亲家，小白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小白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还问你呢。那个伊和为小白辞职的那300万，是他们自己赔的，这事你知道吗？啊？妈，别再说了。小白，你……妈，有些事情现在是解释不清楚的。 小白，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你造成的。妈，亲家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小白早产是他愿意的吗？现在孩子出了事儿，你们怎么能把气都发在他身上啊？我向他发脾气，我是忍无可忍，我直到今天才知道，伊赫辞职赔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小白，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吗？啊？ 咱们现在放的孩子的事情不说，从你怀孕开始，我千叮咛万嘱咐的，你可倒好，争强好胜，什么都要要，才把我孙子磕成这样的。够了，小白刚生完孩子，我现在还不能说他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？现在钱没了，孩子又成这个样子，我说钱都花在你们家是祖坟还是得罪了你们全家？你们把我们磕成这样，够了。 求你了，小白，妈，这件事情我以后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告诉我现在孩子怎么样了？这300万既然我知道了，那就没完。亲家。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吧你？赔钱的事儿，伊赫早就跟我说了，他自己能解决，能解决。现在工作上不顺利，生孩子不顺利，你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在小白身上吗？不然吧？吵什么吵？这里是医院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老婆，我守在这儿，你跟妈先回去吧。 妈，我们先回去。不能走，300万的事情不说清楚，今天谁也不能走。你还有完没完？哎呀，小白，小白，我帮你叫一声。不要，别管我。妈，明天探视的时候我们再来。好好好，咱们回酒店。我送你们回去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用你去了，来。 若再多一些宽容，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？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，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，填满那份平淡的沉重。不行，就先拿着这个吧。啊，这边的颜色又不好看。 又不是给你买，你这孩子，你说你纠结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不懂。什么？我是在想，我买什么好？到底是买衣服呢，还是买点补品什么的？千万别买补品！我跟你说，她那婆婆我可见识过，这不让吃那不让喝的，你买的也是浪费钱。你就买孩子用着就行了，一准没错。明白。我是觉得吧。 买衣服反而更危险。嗯，衣服怎么了？衣服有什么危险？我们就买那纯棉的就行了呀。你再说你那小推车啊，是吧？小被子啊，还有像那套装的奶瓶啊、安全座椅啊什么的，不都行吗？你就听罢了。哎呀，爸，道理呢我都懂。 这不是怕我姐到时候万一睹物思人吗？什么睹物思人？
你个臭鸭子，乌鸦嘴，说什么呢你？ 姐，你就买俩这花这么多钱？你买两个这钱，我跟你说，我在网上能给你买。你懂什么？别乱说话！我跟你说，他们很神圣的，知道。